酋长啊，染病的人是不是最后都会变成怪物？事已至此，你究竟要瞒到什么时候？宁海堡已经有人染病了，这要是军中出了乱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早就提醒过他们的。 我得回去，船都在黑环的手里，他们是不会让你离开的。那就各凭本事吧，伯颜大人。此事源自乌木岛，可绝非乌木岛之错。这个秘密一旦传出去， 大人认为外面的人会相信我们是无辜的吗？那时我们的下场又会是怎样呢？2年了，我一直守着这个秘密，乌木岛才得以残存下来。 我乌木岛何尝不是大明的疆土、岛民，又何尝不是大明的子民？可如今，我这老朽求职，再次恳请大人，王大人。 王大人，保我乌木岛百姓的性命。